嗯，都过完年了，整这花里胡哨的干嘛？你懂啥呀？咱这是新房子，就得有个新气象，这多喜庆啊！我就稀罕这些红的，我让他年年有福，月月有福，天天有福。光靠这些就能过上好日子，那还谁下地干活啊？你呀，你就只管下地干活去，家里的事你就别管啊。 大哥大嫂，哎，还折腾这新房呢？哎呀，三娘来了。嘿，这房子收拾的真棒。哎，大哥，你住这房子里心里舒坦了吧？舒坦。你看三娘来了，起来呀！哎呀，都自家兄弟，用得着客气吗？啊、哎呀，三娘，你看你大哥就这样，人现三娘可不是一般人，人是大老板了，是不是三娘？这嗨，大嫂。 你兄弟啊，就是个小老板，哎呀，搞点小企业，挣点小钱而已。哎，哎，大嫂，我进来半天了，我手里的东西你也不接过来，你不怕把你兄弟累着啊？哎呀，三娘，你说你来就来呗，你还买这些东西干啥呀？你看看你，哎，你们搬了新家啊，我也没来过，这些东西就算给你们贺喜了。哎呀，三娘，让你破费了啊！ 大嫂，你说这话就见外了。虽然分家了，但咱们都是张家人，对不对？我的就是你的，我挣的钱啊，就是大家伙儿的。哎，以后你有用得着三娘的地儿，你尽管说话，千万别客气。你看人三娘，这话说的多敞亮。哎，三儿，你今儿来啥事儿啊？哎，对，三娘。 你要有啥事儿，你就跟我和你大哥说，我俩没啥本事，但跑个腿儿、传个话的都行。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大嫂是个明白人，你说谁还不得求个人啊？我三娘她再能干，她也不能把天下的本事都占了，是不是？今天我来啊，真有个事儿求大哥大嫂啊，真有事儿啊！哟，包子，来，赶紧吃啊！ 看什么呀？赶紧吃啊！凉了就不好吃了。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啊，最喜欢吃包子了。知道你爱吃，我才特意买的。嗯，那时候你说你不爱吃，我还真信了。后来才知道你是让给我吃的。傻子，现在才明白。嗯，我这人啊，是有点傻，有点迟钝。哎，你干嘛？那日子过得咋样？过日子嘛。 就那么回事吧，马马虎虎。我没记错的话，你们俩都有2年没回村了吧？回去过，只是没去找你。嗯。别说我了，你跟金平怎么样？挺好，他管5个村的农田技术，可忙了，又开会又下田的，都没时间帮我管试验田了。你看你找了技术员做媳妇儿，结果还跑到这儿来找技术员，可这就是事实。你说说出来谁信？嗯。 嗯，马俊咋样？嗯，还跟小时候一样，朋友一大帮，每天应酬到半夜才回来。我一般我都睡下了。嗯。哟，你怎么来了？嗯、马俊，啊，来了啊，来了。我这不是看看你们吗？吃饭呢。啊，我来这儿找技术员，这不是给于先生添麻烦了？没事儿。 你不添麻烦，有人怕寂寞。哎，你看你，哎，吃午饭了吗？我去帮你打饭去。不吃了。瞧瞧瞧瞧，你们就吃这个呀？啊，人家2两好不容易来一趟县城，也不能吃这个呀，是吧？这么着，我请客，咱们出去吃。马俊，这挺好的，我都吃饱了，真的。行了，别客气了，走。真的，走吧，走走走。赵秘书，周站长让我来找你。这就是张技术员。哦。 张技术员，我就是张2良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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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于秀，那我们先去办事儿。马俊，再见啊！啊，谢谢。哎，常来啊！哎，大嫂，那这事儿我就拜托你了。嗯，哎呀，放心吧，这事儿都包在我身上了，我说多少遍了。啊，哎，那不管咋说，你也得给我拉个几十票吧。 行，明天我就1家1户给你找人去啊。嗯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我大姐和二侄女我都去过了，他们都答应帮我拉票。啊，明天我再去趟李大成和马根同他们家，回头我再让梅梅她爹挨家挨户的跑一遍，那我胜算的机会可就大了。哎，不是三良，我听说支持二良的人也不少。那我不怕，大嫂，那你到时候你可不能随风倒啊！你答应我的事，你可不能变卦。 不能！二良又没给我买东西，我干啥投他的票啊？是不是？哦，嗯，哎，大嫂，这些衣服你穿啊。啊，好，你包在我身上了啊。行，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。哎呦，大嫂，都说的这么晚了，今天这事儿就说到这儿吧。我呀，先走一步啊。 行行，你就放心啊。我大哥，我就不跟他打招呼了啊。不用，你放心啊。行啊，哎，走吧，走了啊。啊，走，我不送了啊。哎呀，这……哎，大梁，你醒醒！老三走了啊。 这衣服还挺好看啊！你别说，三良还有眼光，这颜色我挺相中的，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不管三儿给你买什么东西，你都得给我投二两的票。为啥投二两的票啊？我让答应人三两了。我可没答应。我不是代表你答应他了吗？再说二两也没给咱买衣服，我凭啥投他的票啊？是不是？ 你以为那个村主任谁都能当啊？啊，那要管着全村上千号人呢。三儿能主得了事儿吗？他差得远呢。你明儿把东西给我还回去。我才不还呢。再说投不投票，我心里有数。你再说你是他大哥，他给送给你点东西，那有啥呀？还给他退回去，我才不退呢。你收不收东西我不管。 但投票的事你别瞎胡闹。嗯，我知道了。又生气了？你说人家二良到城里来办事儿，我只是想帮帮他，做错什么了？你用得着这么说我吗？我说什么了？我什么也没说呀！你当人家是傻子呢？说话阴阳怪气的，说给谁听啊？我知道你心里还想着他，你巴不得天天跟他在一起才高兴，可我不高兴。 我不想看见你跟他在一起。这大白天的，我们俩在办公室里能干什么？你别瞎想。哼，我今天要是不去看你，没准你俩就旧情复燃了呢。你别瞎说好不好？于霞，你现在是我媳妇儿，我不希望你跟二良来往，我受不了。 你干嘛呀？我去客厅睡。哎，杏儿，我不想跟你吵架，咱别吵架了。都是因为我爱你，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，好吗？只要你答应我，以后再也不跟二良在一起了，我什么都听你的，行吗？你说你瞎吃什么醋啊？人家二良都已经成家了，我和他还能怎么样？好，玉杏，算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，行吗？要不这样，现在。 我到被窝里给你赔罪，啊！现在就赔！啊！张技术员，这是兰根病吗？对，你看啊，这叶子枯黄，根部有腐烂，还有死根，这是典型的根腐病症状，老百姓习惯叫它烂根病。那它是干旱造成的吗？发病原因很复杂，可能是品种抗性差、种子带病菌，还有可能就是干旱、冻伤或者阴冷造成的。 再有一种情况，就是没有好好翻地，耕作太粗放了，种得太深或者太浅了。哎呀，这如今种地都这么讲究啊！要么咱们要科学种田呢？现在发现的早，还来得及。要是等到拔节，可就全晚了。你们得抓紧，不然的话，今年的麦子就算白种了。你们按我说的100%去配药，一定要注意浓度，太稀了不管用，太浓了容易烧死麦苗。我记下了。叔，我跟你说，光靠你一个人不行。 你得发动你们全家人帮我拉票，人传人，越多越好。哎呀，我知道了，你放心吧。啊，你该咋办咋办啊！哎，叔，我得出去了。你听我跟你说，我要当上咱这村主任，咱村有啥事你尽管找我，我200%帮你。不是我说你来就来呗，说事儿就说事儿呗，你拿东西干什么呢？啊？你说你让我多过意不去呀你？你拿回。 哎，跟彤叔，你这么说可就见外了。我就是没事求你，你作为长辈，我给你买点礼物，我孝敬孝敬你，那也是应该的呀。哎呀，哎，听着没？广播里说这小麦得病虫害了，我得上二梁子取药去。啊、你这，你把衣服呢？你去。我说三梁啊，你是个大闲人，在这跟你婶唠吧啊。这叫什么病，大梁？根腐病。嗯，咋得这么个病啊？你说，不喷这药能管用啊？老二说管用，那肯定是管用。这要不管用可糟了。爹啊，以后这种地的事儿，你得向老二学习了，不服不行啊。再说吧。 啊！刚才一忙活，忘了告诉你了，三梁也要竞选村主任。是啊，三梁找我呢，给我送礼去，让我帮他拉选票。这个三梁啊，他聪明不忘正地方用，我估计啊，他挨家挨户都送过礼了。我就纳闷了，好好矿场不干，当什么村委会主任？那村委会主任那是闹着玩的，是想当就当的。嗯，老马这话说的有理。 哎，二梁啊，那个乡里啊，准备报你一个候选人，可是县里呢要求必须是差额选举，所以我把三梁也报上去了，乡里也同意了。你呀、啊，得有点思想准备啊。叔，我们家老三啊，脑子快，点子多，他当村主任也合适。这合什么适啊？三梁那是小聪明，他能领导咱村几百号人呐。我在这当村长几十年。 谁啥样我不知道啊，二梁啊，你比他有学问，比他有魄力，这村主任呢，你当最合适。二梁啊，别看三梁给我送了礼，到时候我照样投你票。叔，他是我们家老三，我哪能和他整啊？哎，二梁，你这么想问题可不对啊。这村主任代表的是全村人的利益啊，不是你们老张家的私事儿啊。二梁啊。 心善良，面子软，是啊，心善面软呐，在生活中是好事，但是你要是当了干部，那就是缺点。缺点？我看三梁啊，这点比你强。他跟你讲这个兄弟亲情了吗？人家明着跟你争。对，二梁啊，我看你也学学三梁，去拉拉选票，到各家各户走走，打打招呼啊。叔，我觉得这村委会主任吧，谁当都一样，关键是要干事儿。 带着大家伙一起致富。现在主要是啊，不知道三梁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他当村主任，我能放心吗？二梁，对，还是二梁实在。咱就拿这麦来说吧。你说这个病虫害出来了，这二梁张张罗罗的，要不叫他，这产量不得受影响啊，是吧？二梁啊，你当村主任，我们信得过。你们俩就别抬举我了。三梁这个事儿就拜托给你了。没事，振和大哥，你放心吧，不看三梁面子，我也得看你面子上。那对呀，你不看我面子，也得看那头油的面子，你知道吗？没事，到时候我肯定选三梁的票。好了，哎，好，慢走啊。李成，哎，来了。谁？哎呀，这不赵会计吗？喊我有啥事儿啊？给你送桶油，菜籽儿的。烙饼可香了。哎呦，我都谢你了，少武。不过这光有油这没有面，你让我搁啥烙啊？事成之后，我再给你送袋面。你这无利不起早，你这是啊？说吧，啥事儿？此地不是讲话之处，咱进屋说啊。哎，这整神叨，走。不是。 那个三两上窜下跳，走东家窜西家，到处拉票，你咋一家不走呢？你是姜太公啊，稳坐钓鱼船呐？啊，我忙顾不上，老三眼候选人他活动活动没啥错，没啥错。嗯，他要当上村主任就大错特错了。对，老三有老三的长处，我有我的长处。狗屁，老三有什么长处的？ 你咋老偏向我呀？我才不偏向你呢，我偏向的是老百姓。你听爹劝，你吃完饭你搁家走走唠唠，你不唠的话，人家瞅你成就牛了，你一牛人就来气，一来气就容易把票投给老三。爹说的对，你要是拉不下脸儿，我替你去拉票去。你们就别瞎操心了，群众眼睛是雪亮的，信你咋都会把票投给你。 不信你，你就是打了招呼，背过去就翻脸。好了，你们吃吧，我还有事儿呢啊。嗯。这犟劲随谁呢？我有那么犟吗？我呀。这该跑的我都跑了，该送的也送了，这回基本上是有把握了。嗯。哎，爹，咱家的亲戚上上下下，我该打点的都打点了。嗯。 他们每个人都能给我拉个几票，你算算，这加起来那就是100来票啊！哈哈哈，我那二哥这回输定了。不到最后时刻呀、啊，不能掉以轻心。嗯，后天就要选举了，咱们再想一想，看看还有没有哪家没送到。明天咱们做最后努力。 你找谁啊？赵玉杏儿。谢慧花同学，怎么不认识我了？刘青云，玉杏儿，哎呀，老同学。是啊，没想到吧？哎，看你没怎么变嘛。哎，他们不是说你分省城去了吗？今年我到向海先办点事儿。哎，听说你在农业局上班，我就顺路来看看你啊。你看你，我真没想到在这碰到你。哎，玉杏儿，你能请会儿假吗？咱出去找个地方聊聊啊。好啊，哎，我去跟局长请假去。哎，好。 太福村新一届村委会主任选举大会现在开始。乡里赵书记啊，在百忙当中抽时间来参加咱们的选举大会，让咱们表示热烈的欢迎。那个，下面请赵书记给咱们讲几句话。哎，这想法我就不讲书记，我不讲了。 选举啊，好好好。那个，我再啰嗦几句啊。咱们太福村要发展了，太福村的村民要过得丰衣足食啊，那就必须得有个好的领头人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这次咱们就选出你认为最有能力、最能领导好咱们太福村的好的带头人来，好不好？好。下面投票开始啊！ 那个，哎，老孙哥，哎，老马，你们是不是带个头啊？来，你先来，不来，选你儿子，你先来，你选你儿子。来了，来了，老马，来了，完了，老孙大哥。 不是你选哪个儿子了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嘿，啊，二哥，我投我自己一票，不好意思啊。我也投了我自己一票，祝你成功。 玉杏啊，你可是学财经的，怎么分配到了农业局工作呀？哪那么容易专业对口啊？能分农业局已经算是很不错了。我听他们说你留省城了，是什么单位啊？我呀，在农业大学，现在在市郊的种子研究所工作，专业做种子培育研究的。那不是很不错吗？听说大学一毕业你就嫁给马骏了，怎么样？还好吧？还行吧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在大学那个时候啊，我就一直想追你，可是你家那位马骏呢，成天死盯着你不放，我可是没法下手了。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。你呢？结婚了吗？我是为伊消的人憔悴，那人却浑然不知哦。你这说的什么呀？莫名其妙的。这可是个秘密，以后啊有机会我再告诉你。那你结婚了一定要通知我啊。好啊，那你可得好好等喽。张2两一票，张2两，张2两一票，张2两，张3两一票，张3两，张2两一票，张2两一票，张2两。计票结束，大家鼓掌。 好，我现在宣布选举结果：张2两得票111票，张3两得票44票。下面请赵书记讲话。乡亲们，下面我代表乡党委宣布，张2两同志当选为太福村新一届村委会主任。 大家欢迎！大家欢迎！二人快点，行啊！好，2两啊，祝贺你啊！好看吗？好看！有这样的吗？啊，都是一群没心没肺的白眼狼，吃我的，喝我的，拿我的，到最后咋着？现在这人。 都是当面是人，背后就是鬼。当面你说跟你说的好好的，哎，背后就戳你刀。行了，你也别说了，我回去接着搞我那矿场，发我的财，挣我的钱。这村主任我不干了，他们请我看，我还不乐意干了呢。3两啊，你说的太对了。如今这社会，有钱才是大爷啊！你说咱们这个破村穷的直冒汗。 啊！你当这个村主任累死累活的，一年你都得不了几两油。那2两去干呗，反正他也是你哥，那只能这么着了。哎哎，3两，咋着？到你矿场上班那事什么时候落实？回头再说吧，我没时间。哎哎，3两，哎，你这小子你拉完磨就杀驴。爹，这要存啥呀？ 存点豆油呀！你看来巧了吗？咋的了？我们家没油了，刚才上小铺去买油去，人把门锁上，回屯下奶去了。爹，要不你借我点呗？把这拿去吃吧。呀，这太多了！哎呀，爹，你借我一小碗就行。拿去吧。 过日子这玩意儿啊，你非得有点存性，宽达载用才能有备无患。线上叫线扎耳朵眼儿，那还不整个血字呼啦呀？爹说的对，爹说的对，我回去我就存啊，爹，那我走了啊。你看，他不拿走那些，正好满了。怎么样？说，这根部啊开始变过来了啊。 你看这叶子也开始变绿了，说明咱们的防治效果不错。你当村主任以后有什么打算呢？打算，说，咱们村唯一的优势就是地多，要想发展，还是得在地上做文章。这话倒是对，不过就咱们这地呀，吃个温饱啊没有问题，但是你想致富、想赚钱，挺难的。 咱们祖辈啊，靠着这地过了几千年日子，以后几千年啊，咱们还是得靠这地吃饭。我一直就在琢磨，咱们吃饱了没问题，咋就富裕不起来呢？天，看来这玉米苗得抓紧时间施肥了。可不，每年这个时候已经施上了。爹，今年气温高，这施肥最好是提前。你看这玉米苗正拔节呢，从拔节到大喇叭口期啊，是施肥的高峰期。二良啊，那你今天就买去吧，省得耽搁了。 我大哥正排着队呢，这咋的？给我个话不是吗？你们大门咋给锁上了？不卖尿素了？早都卖没了，这不大门上锁了吗？你看，没尿素啊？没有，哪有啊？我这太太起早我在这排队，我等啊，我一袋我都没买着，急死我了，我都。那没尿素赶紧进呢，这供销社干什么吃的？他不知道庄稼地正等着屎啊。其实啊，你也不能怪供销社，这尿素这全省都是紧缺啊。 头两天吧，还真进了一车，没等到仓库呢，在大门口就被大伙抢光了，就在这给抢了，就在这抢的呗。我的天哪，这没尿素，该追肥的时候不追肥，这一季的庄稼不就完了吗？师傅，你这化肥能不能批给我一点？那你拿条子来呀，师傅。 我真没条子，你就行行好，行不行？可别说是我说的，这仓库的肥料都是给关系户留的，想要找刘经理批条子。刘经理，刘经理在吗？你干什么呢你？哎，请问刘经理在吗？刘经理忙着呢，有事儿明天再来。 我找他有急事儿，真的，我找他有急。刘经理，刘经理，那我就先装车去了啊！以后有啥事儿找我好使啊！好，不客气啊。刘经理，你好，你是干什么的？我是太福村的村主任，我叫张二良。我们村那个玉米苗急等着施肥，你能不能给我们批一点？ 刚才就是你小子砸我的门，我不是砸，我是敲的。买尿素回你们乡供销社去买去。哎，刘经理，刘经理，你听我说，我们村儿，刘经理，我们村儿的玉米苗真的急等着施肥呢。你看，真是缘分呐，又碰上了，不然我还得找你一下。你找我干啥呀？上家吃饺子去。不买肥肉靠油了？现在谁还买那玩意儿了？ 你想吃啥馅的？是韭菜馅、芹菜馅啊？哎呀，别那么复杂了，有啥吃啥吧。啥有啥吃啥，你就说一样馅儿，还不行？三鲜馅吧。行，三鲜馅，早点锁门回来包啊。行，好了。还得我去包啊？进。马俊，二良，你找我呀？有事儿？ 有点事儿，马军，那个生产资料公司是归你们商业局管吧？啊，归我们商业局管。那生产资料公司那个刘经理你认识吗？老刘，刘自强吧？对，认识，我们经常在一起去。太好了，咱们村那个玉米地啊，急等着尿素，可是到哪儿都买不到。你能不能跟那个刘经理打个招呼？哎呀，这事儿恐怕有点难。今年全省尿素供应紧张。 县政府3令5申必须统一调拨分配，不许批条子，不能走后门。马军，你不知道，咱们乡那个供销社实在是买不上化肥，庄稼吃不上肥，这一季就完了。咱们村那些乡亲们现在都急疯了，供销社供应，那肯定是误事儿。是吗？马军，你看啊，这个生产资料公司是归你们商业局管辖，你又是那个刘经理的顶头上司，你跟他打个招呼。 我觉得他肯定会给你面子的。那可不行，违反规定的事儿我不能办。再说了，我也不能逼着刘经理去犯错误，这是原则问题，违反规定肯定不行。马军，那就算了。二良，啊，哎，二良，这事儿我不是不帮你，我虽然在局办公室当秘书。 但也是个无职无权的小科员，就算我开了口，也不见得那刘经理就能买我的账，弄不好啊，以后还会很尴尬，在一起工作也不会愉快，你说呢？马军，你说的在理，我再想想办法啊。二两，别怪我啊，这事儿我真帮不上。没事儿，再见。哎，再见。请进。哎，同志，你好。 请问那个赵副县长在吗？赵县长不在，到城里开会去了。那他什么时候能回来？不知道，你问我们主任去吧，他知道。那你们主任的办公室在哪？主任到市里去了。那他啥时候能回来？不知道，你问我们科长去。好。二良，玉杏。 你怎么在这儿？县里要问我们农业局的材料，这不，我给送过来。你呢？嗨，咱们村那个玉米地啊，急等着尿素追肥，就是买不到。今年尿素确实很紧缺，不好搞。哎，你找马俊帮帮你啊？我刚从他那儿回来，他说帮不上忙。玉杏，那你去忙吧，我再想想办法。哎，你在这等我一下，一会儿去我办公室，咱俩想想办法。我送上材料就回来啊。哎。 哎，你好，我是农业局的赵玉杏，我想找李局长。哦，出差了是吧？行，好，谢谢。奇了怪了，但凡有关系的人今天都不在。别急了，他们这是有意躲避。行了，二良，你别着急，我听说县城里也在想办法调运尿素呢。我能不急吗？那个生产资料公司就有尿素，可是没有刘经理的条子，就是买不到。这刘经理我也不认识啊。那怎么办？ 这李叔呢？他不是当副县长了吗？要让我去找他，在他门口等着。别，他刚调过来2个月，这工作还没有展开呢。咱们为了尿素的事，这不给他添麻烦吗？那怎么办？那不能眼瞅那些庄稼不管了吗？那明年吃什么呀？行，你别着急，咱们再想办法呀。来。 马俊，洗脚。算了，我不想洗。这臭脚，弄得满屋子臭味儿，还不洗呢？怎么着，嫌弃我了？当初在咱们村几个月都不洗澡，还不能活了？你现在是在村里啊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不洗干净啊，今晚上别上床。行，洗。 哎，你认识生产资料公司的刘经理吗？怎么了？咱村里的玉米地啊，可都等着尿素呢。二良跑到县城，跑了好几回都没买着，咱可得帮帮他。你想让我为二良犯错吗？哎，这生产资料公司是你们商业局的下属单位啊，他们是卖肥料的。 这农民种地可都是为了国家种的，咱们帮二良买点肥料，这是犯哪门子错误啊？给刘经理打电话就是犯错误，我傻呀？这事儿我可不干。有那么严重吗？哎，我算是看出来了，只要是为了二良，你什么都肯干。自己洗。二哥，我是关平。 快开门，二哥！咋了？我刚从镇上回来，听隔壁龙背乡的人说，今天晚上供销社有批尿素要运回来，他们打算半道去截去，咱们也去啊。尿素要回来啊！等我一下。走。我等等。不是你们俩半夜三更整拖拉机干啥呀？爹，我刚从镇上回来，听隔壁龙背乡的人说呀，今天晚上供销社有一批尿素又运回来，他们打算到半道截去呢。二哥带着我和大哥和马天也去抢化肥啊，能行吗？爹啊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，我们几个去就行了，你老回屋睡觉吧。不是，我是说这么整犯法不犯法？爹，咱是去抢购，不是抢劫。 只要给钱呐，不犯法。对，这是抢购，不是抢劫，不犯法。对，多带钱，多给钱，抢的越多越好。我也去。哎，爹，爹，你不上车你干啥去啊？拿钱呢。来了来了，快快，车来了！哎，停车！ 师傅，师傅，你拉上化肥了，真的不是化肥。师傅啊，庄稼急需化肥呀，我们给现钱。你看，你看，车上不是化肥，是给别人拉的货。我们在这等了好几个小时了，老乡，真的不是，可以上车看看，真的不是化肥，是化肥卖的。不是，你也不是，真不是化肥呀，真的不是化肥。你看，不是啊，真的不是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走吧，我就别拦着你了，走吧。哎。 白等了，二哥，你说这可怎么办呢？这样，你们再等等，看看还有没有车经过，注意安全，照好咱爹。我再去别的地方想想办法啊！那快去吧。爹，咋办啊？那咋办？上车等，等一宿也等，上车。 哎呀，喂，你一大早等我门口干啥？等你啊，刘经理。啥事儿？还是尿素的事儿。刘经理，你能不能批给我一点？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买尿素回你们乡供销社去买去。 别找我！能不能批给我一点？我求求你了！哎，刘经理，刘经理，你行行好，你给我们批上一点。跟你说过了，肥料都拨到你们乡供销社去了，回去买吧啊！刘经理啊，我们乡供销社实在是没有化肥，那回来一辆车根本不够抢的，村民们都急疯了。刘经理，季节不等人，你就给我们批上一点啊！ 那我也没有办法，今年尿素全国都紧张，也不是我能解决得了的。我一大早去你们仓库看过了，你们仓库有，你给我批上几吨。你这人咋这样呢？我说没有，他就没有。那你明明有，你为啥不卖给我们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仓库里的那些尿素都是留给关系户的吧？我们也是农民啊，我们也给国家种地，我们也交公粮，你凭啥不卖给我们啊？哎，你别在这造谣啊！谁说我给关系户留肥料了？ 啊！你就是磨到明年还是没有，你给我出去！我也告诉你，你不卖给我尿素，我就不走。哎，你哎，小赵，刘秘书，李县长在吗？你找李县长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找他有点急事。啊，那请你稍等。谢谢。刘经理，王主任，哪股香风把你给吹来了？哎呀，我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来求你呀帮忙来了。这话说，到我这儿有事尽管吱声，跟我客气啥呀？哎呀，这不是嘛，老家的叔叔啊到县里来了，想买几吨尿素，这到哪儿也买不到，想让我给他搞点。一说我们房管局到哪儿去买肥料啊？所以呀，来找你帮忙来了。哎呀，这个事儿，哎，刘经理啊，他是干什么的？ 我说，你先出去一下，我跟王主任说点事儿。我跟你说话呢，你没听见呢？刘经理，只要你批给我20吨尿素，我立马走人。20吨，我都告诉你了，我没有1吨尿素可批。是吗？哦，那我等王主任走了，我再走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干扰我正常办公，我可以报警的。你可以去报警，我也警告你。 你要是批给王主任尿素的话，我去县政府告你。这，哎，刘经理，那个你忙着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王主任，慢走啊！王主任，哎，行了行了，我以后再说。王主任，王主任，你别，这事儿闹的，以后我到房管局还咋办事儿？李县长，您看能不能帮忙解决一下？小赵啊，先别着急啊，化肥紧缺的问题啊，咱们县里正在想办法解决。 赵副县长已经出去亲自调运去了，这两天呢就会有几百吨的尿素运回来，随后还有大批量的调运，咱们县尿素紧缺的问题啊，慢慢的就会得到缓解。可是李县长，这庄稼不等人啊，玉米苗窜得快，如果再不施肥的话，这一季可就白种了。这村主任张二良到县城跑了好几趟，一袋尿素都没买着。您看，无论如何，您能不能帮我们解决一点？我是主管农业工作的副县长。 支持农业生产，那是我应尽的责任。这不是在帮你，这是在帮助咱们全县的农业生产的。这样吧，我给生产饲料公司的刘经理啊写个条子，等尿素到了，让他优先给你解决。谢谢，谢谢您，李县长。土地是国，土地。 是火，描绘出地平线那一抹曙色。田野在讲着春天的故事，处处都焕发出生机勃勃，种下彩虹。 田可都等着尿素追肥呢。你都有些什么想法？我也好好听听基层的意见。土地下放到户以后啊，咱村里人吃喝是不愁了，可是收入有限，咱还是得想一条发家致富的路子。爹，这种子啊，不允许私人批发。你不是这公司经理吗？马俊，种子怎么回事？这马个童啊，把大伙坑稀了的呀！你躲不是个办法，有问题解决问题嘛。